有没有人中手指头或是手腕痛的？现在？这两个头，两个指头都在痛是吗？好，这个指头是按这里吗？按这里。啊，不对，显然这个是我还没有教的。那我下一个就做你，我先解释一下哈。很多人你要看他的痛哦，这里又是一个界限的。如果痛这里，他的答案是在这里。如果是痛这一段，如果痛这一段，他的答案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所以这你看，这里既然答案差那么远，你很难想象哈。对呀、啊，如果没有这一套，你绝对理不清。那这一根指头痛，哇！既然如果他说整根都在痛，那你的答案就是这一点跟这一点。那他现在讲的是在这里，所以跟我们现在要的不一样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没关系，反正他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就接下去讲，反正这一段大家知道，但是这一段是大开关，很多人比如说手肘痛，我曾经听过一个医师演讲，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好奇，他手肘痛他怎么样，他说手肘啊很难揉的，包括一个拇指要揉好就很难，然后他讲，他讲得很玄，他说手肘痛他就是脊椎管的，那他就帮一个人做完脊椎，那手肘果然好了。我很纳闷你知道吗，我说手肘痛怎么会是跟脊椎有关，那这个我能理解的就是除非他的手肘痛是这个、哦、他本来手肘痛是痛以下的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他就是从这一点，这个就是网球肘啦、哦、这个高尔夫球肘嘛，这两个点痛都是按这一条，大家了解了吧？那我明明看到他就是痛这一点，他的答案在这里，他怎么会去推拿这里，对不对？那结果他推了又有效，我就在纳闷了，我在台下，结果我不去问老师，下完课我去问那个学生，我说老师帮你这里他叫做脊椎矫正啦，就是整脊，我整脊也会嘛，因为我也教过，我说他真的把你推了，真的好了吗？他跟我讲，当时候我是说好了，但是回座位三分钟又痛起来，哦，这样我就知道。那我回去也一直开椎哦，我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开椎找答案，我确定那个效果不大。那我终于理解了，因为他这里开完椎之后，这里会不会松掉？这里松掉，对不对？这里松掉，这里会不会松掉？所以它是间接又间接把这里松掉，所以这个叫做对这里而言叫做舒服点，这里叫做治疗点，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？那舒服点，我说全身都有很多开关，就是舒服点小开关，而我们要找大开关，我这样大家能理解了。所以这个就是间接点，都不是直接的。那我们同样要找这一个点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，我先帮他处理给大家看了哈。一般手跟脚不一样的就是切了这一块，脚没有切，所以这一块被破坏掉，这一条线有没有效？没有效，在原始点没有效，在中医的针灸学很有效。这里有合谷穴，这里有董氏针灸，什么灵骨大白，就在这里，灵骨大白就在这里这个位置。你们有学过针灸吗？可能没有，反正这里有好多穴，我这样跟大家讲。那这个穴一般人健康，我看很多人就会按这里，对我们而言一点用都没有。那这个拇指痛，我们本来是按这一条，对不对？结果这里被破坏了，所以它跑到这里来，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。那跑到这里来，它的痛点就在这里，唯一的。那要问，如果他痛这两个点，你按这一点一定会好。万一他的痛点痛到内侧来，内侧比较严重啊，内侧来你就从这一点，然后再延伸一点点，这一点也要按哦，这一点最严重，这个就是最原始点，然后这一点叫延伸点，那你把原始点跟延伸点都按完，这里就会好转。哦，那你这个痛是24小时还是按了才会痛？这样，我这个原来就是做那个按摩做的，哈，就这两个都是，就是按了就痛，按了就痛。那这个就不是24小时，它是按了才会痛，那表示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。那因为他在按摩，
因为按摩的时候他会用手的力量，所以手，我说如果手受伤不能怎么样，握拳跟出力，所以他就是出力啊，这个会让这个筋怎么样，进一步绷紧，有时候会变职业病，有时候按完松开之后还要休息，就是尽量不要去刺激它，不要再用力了，这样懂我意思哈？那我们现在来做给大家看，你现在是痛哪一个点？这个手厉害，一样的。这里、这个点。对。这里面会痛吗？对会。哦，它痛到里面哦，就是、里面比外侧更严重。大家记得我讲的，因为我做过这个拇指做很多，内侧的会比较严重，所以你做这一点最好再延伸一点点，一样可以解决。那你外侧这一点会痛吗？没有里边痛，里边比较痛啊。好，那我做给大家看哈，它大概就是要骨肉分界点，这一点应该就是延时点。来，这里是不是很痛？非常痛。这个不是因为我压力，如果我这里，你这里不大痛，所以是因为它有问题才会痛。那这一点怎么找呢？我先教各位。这一点就是这里旋转的时候近端处，你看拇指在动的时候摸这里的时候它就好。那这个手法我还会教了，那这样我就直接做下去了，它就是这里问题。你等一下，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那我看它延伸点有没有痛，这里呢？没有那边痛，这里就比较好了，比较好。那所以它的点还是在这里，它真正受伤就是在这里。你这样多久了？有十多年了。十多年了。哎呀，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做按摩，再做过五年没考。哦，是哦。那这个真的是受伤了，所以真的是职业病，因为他在按摩的时候一定会处理。啊，这里你没有按过吧？自己没有按到这里。对，这里才是他的开关，你按其他的都没有效，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讲。就是这一条筋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再帮你舒缓，舒缓了，很好用哈，好像运动。但是这里是真正它的痛点，你按这里它就不会出汗，你一定要按对才会出汗啊，因为按对它很痛。这样还很痛吗？我其实很轻，这种力道不大，就是用这样力量，这个不会，这个就很痛是吧？那这个很显然是真正他的问题，就是这一条筋，他这个是出问题了。好，我再帮你越来越轻的舒缓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比较接受了？好，你现在再压压看拇指，对，平常我就是这么一掐就是非常酸，现在好多了，现在非常好多了。是，不会不会不会。